我查看过封印柱石顶端的五行印剑法器，他们感受到一股强大力量的冲击，从而触发了封印环。大概是3年前，文人一玄的重伤，使他所属的火行印剑出现了短暂的封印衰竭。 竟造成这手掌大小的封印壁缺口。陈寿早已破界出山，你们来晚了。所以，陈寿是怎么出去的？三妖之中，陈寿具有分裂能力，大概是牺牲了元神修为，分裂逃出而后重组。